师所带领的国三一班进场，主题是独爱 Party， 积极乐观，动静分明，上网会读，更有一批批深藏不露的黑马，卧虎藏龙，这就是国一国三一班啦。主题是逆风高飞，国三二飞扬。风筝代表国三二每位同学虽遇逆风，但随着逆风必展翅高飞。飞得理直气壮，又唱得比谁都爽，追逐逆风的阻挡，用了青春的翅膀。飞得理直气壮，比谁倔强，跌破世界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，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。国二三班展翅高飞，紧接着由林富裕老师所带领的国三三班进场，主题是雨伞嘉年华。三班是个充满活力的班级，有着乐于助人的心，像一把热心的伞，在风雨中为他人挡雨，并愿意在任何时候伸出援手为他人撑伞。三班就像个大家庭，彼此手牵着手向前迈进，用热情燃烧世界。谢谢国三三班精彩的演出，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我们赖志忠老师所率领的国三四班。这次的主题是祝周明生日快乐，以及保护环境，爱护地球，以快乐的歌声祝福周明高中生日快乐，校运昌隆，并以行动表示环境保护，爱护地球，人人有责，不随意乱丢垃圾。谢谢国三四的表演，紧接着由洪静超老师所带领的国三五班进场，主题是清洁第一。本班自一年级以来，与大队接力、篮球比赛、教室布置以及才艺表演等多项竞赛当中，一直有杰出的表现。此外，本班相当重视环境整洁及垃圾分类，使本班常获得整洁优良奖牌哟。
国三五班，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我们王雅冠老师所率领的国三六班。这一次的主题是反烟毒，国三六班是一个充满青春、热血、活泼、团结、有活力、善良又可爱的班级哦。紧接着由赖荣贵老师所带领的国三七班进场，主题是环境保护，资源回收再利用，利用资源回收的保特瓶做出来的球衣，来成我们保护地球的主题哦。率领的国三八班，这一次的主题是环境保护哦，健康有活力，聪明且优秀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和一些奇形怪状的稀有动物，值得大家一同来观赏。感谢国三八班帅气的表演，紧接着由王维玉老师所带的国三九班进场，主题是尊重多元性别。国三九班是一个活泼友善的班级，尽管一路风风雨雨，他们依然能够笑着为对方撑起一把友谊的伞，他们用热血的青春和新颖的想法为中坜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哦。可爱的国三九班，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苏佑雅老师所率领的国三十班。这一次的主题是黑人国度，共同经历三年的点点滴滴，曾经我们团结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战过，一起承担失败的伤痛，一起分享快乐和喜悦。国三十班的青春就在这里，而如今我们已长大，正准备要用舞蹈挥洒国中三年的美好时光。国三十班的小黑人们，